冇問題。邊邊雖然呢個世界上面有時我好多時候相信咧係冇永遠嘅，但此刻你講我永遠，呢一分鐘我相信你。因為咁嘅，有時候我譬如 OK 咁啊喺唔同嘅地方咁做一個綜藝節目，咁周圍喺唔同地方行嚟行去，咁啲人話：誒，啲人好。萌的意思即是以前我們說的 cute 那大家好嗎，我們現在的阿叔嘛，萌叔那不要緊，第一件事我想跟你說的那件事就分享一下，跟著我就回憶我小時候的時候究竟叫過多少個阿叔先，而我那時候叫阿叔的時候心態是真的，他是我阿叔啦，冇理由，如果我唔識，我叫阿伯噶嘛，係嘛？識嘅咧叫阿叔啦。咁幾時啊？阿伯、阿叔、阿叔，阿叔，係啊。點啊，明仔 ？OK。咁 OK， 慢慢歲月歲月過後，你發覺呢個細路開始咧，咁我可以提前同你分享。所以譬如話，親你阿叔啊、阿伯，千祈唔好介意。呢個係一代傳一代嘅，都嗌親你嗰個嗌幾次咧。到佢到咁上一代嘅時候咧，就俾人嗌翻幾多次可能得過。呢啲係積累嘅，好似存款一樣嚟嘅啫。嚇，咁諗翻起當時我叫嘅好少，我通常都叫前輩、前輩、前輩。咁所以喺仲有好多人都叫我黎老師、黎老師、黎老師。有啲人叫我 OK， 叫咩都冇所謂嘅，最緊係你自己知道自己分唔分上，仲分上就 OK。All right， 呢啲係叫你。因為你都會有人誤導的嘛，個個都會的啦，係咪？我哋係地球遊客嚟㗎，早晚都要離開的，所以活在當下，開心當下。係啊！此刻嘅回憶，唔使影相都係喺腦裏面。我珍惜當下，同人喺埋一齊，多謝，你太開心，愛比我重要。